简短字句承载着丰厚的智慧，学生们受用无穷。这句近思语让我了解，做事情要做得甘愿，然后要做好，还要做得很开心。要多做，不要计较，才能获得更多。如果不做，就对自己没有好处。别小看他们的领悟力。 慈济志工前往中寮国小及中寮国中，致赠静思木匾，把好话带进校园。班级呢是老师印那个一张一张的纸让他们写，那有的是用联络簿的方式。里面有隐藏的更深的用意是，让他们回到家以后，家庭会因为孩子在学校的学习，家庭也会发生改变。深化品格教育，静思木匾带来善的影响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何美妮、林正南南投报道。